思婷，我今天其实很非常的开心能跟前辈们一起合台。对，okay, 开心。最后一个问题问子婷了。哎呀，林子婷，听说你很喜欢邓丽君。是的。对啊，我很喜欢邓丽君。然后要唱一首吗？好，唱两句。想听什么呢？老师可以点歌。老师，你要点歌吗？我们来点什么？什么歌？对，邓丽君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老师，我帮你点一首。甜蜜蜜。啊？甜蜜蜜。啊，甜蜜蜜，哇，好经典，来甜蜜蜜。好的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开在春风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直想不起，啊，在梦里。哇，好好听啊，哇，好，那子婷想起来吗？在梦里见过这位老师吗？还是猜不出来是哪一位？也是猜不出来是哪一位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揭晓哈，刚才在后面加油了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首了哈。好，现在每个老师的一首歌我们都唱过了，那接下来就是华语乐坛的一些大家很熟知的名曲了。好，来下一首。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，感觉像复读机。在那好了，开在春风里，来看一下，恭喜，好，会了。好，现在每人，现在多贴一个。好，我来。不用算了，再来一个。走你。好，哇，贴了，哎，他把大英脸给贴了，他两个都贴同样的，都故意哈，故意吧，很好。那我现在发现是这样的啊，子婷跟肖战两个人都是三个胸贴，阿云嘎跟一桥是两个胸贴，好，没问题。各位你们看到哈，我们说有一个惊喜，这个是我们的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礼物。谁的胸贴多，谁就可以率先挑自己喜欢的礼物。好，但是有两个人的胸贴都是三个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可以互相商量一下，谁要第一个来。华权呢？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绅士 ，gentle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哇，这边都有意思吗，老师？你拿起来你最喜欢的，然后你猜猜看哪个老师送的，什么意思？我要这个。哇，小孩子都喜欢粉色。猫耳朵的耳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。那你猜猜看，那么粉粉的这个礼物，哪位老师送的？你猜我就翻脸了。我有。我喜欢粉红色。华健哥自己把自己摘出去了。是不是老师？天亚老师送的。不是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啊，那可能是那英老师了，又是女生啊，真的答对了，我有一颗粉红色的心。好，那娜姐为什么送一个这个耳机给到？戴上，宝贝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好可爱呀。对，好可爱，就是应该有颜值。对，要当一个歌者，就是有颜值，有技术含量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好，太棒了，这份礼物。那肖战，接下来轮到你选了。好。